像个两地的时空，默契对话没有距离，冰冷的荧幕以为我们双手产生热度，努力各自的生活，追求不放弃的梦，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交集。我们的爱是否同步，我投给你却投给了他，只希望像棒球最后会回到我这儿啊。破开的时候就是心碎。